刚刚我们在敲门的时候，老板应该是躺在这里睡觉。组长做生意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都会观察到这种小细节。你看后面有一个，嘿，哎、欸，哦，组长，难怪会有床。啊、你有穿衣服吗？哎呦，要那。哇这一集的流量密码来了。爸爸当时不应该帮你开塑胶袋的工厂，应该是要制造情趣用品。真的，我那时候真的有想说改做保险套。我刚刚就是有想，你做塑胶，其实你可以去研发保险套、啊、你兼做咖喱饭、欸。保险套不是有一些会有口味吗？咖喱口味，还有分原味跟辣味哦。可以哦，我觉得这是有潜力的、欸啊，真的真的。Hello， 有人吗？ Oh, no. 欸、有电话吗？有电话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这个人吗？老板吗？对啊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、哎，刚、欸、刚我们在敲门的时候，老板应该是躺在这里睡觉。哎、欸，他这有一个床、欸，哎，纪念床。哎、欸，鼓掌，做生意都是这样，真的，就好像很多餐厅员工休息的时候也没地方睡啊，嗯、就是把椅子啊，偏偏排一排，排一排，躺在椅子上睡啊。对不对？你都会观察到这种小细节。你看后面，我的，嘿，哎、欸，哦，鼓掌，难怪会有床。啊、你是老板的啊，女朋友。哦、啊，难怪有这个，对，方便。你有穿衣服吗？哎呦，要那。哇这一集的流量密码来了。我小时候，人家就说我 care 嘎的。Q 角诶，就快听呢。对啊 ，Q 角就是已经很没用了。你爸妈听到一定会很难过，所以反而我爸妈常常在骂。哦，原来 Q 角是他爸爸妈妈骂。你 Q 角还厉害啦。然后我就一直想说，我要去证明我自己。我开了一间店，虽然说过程比较辛苦，我享受这个辛苦。那你到底以前是多糟糕、多撩、不要跟人多 Q 噶、嗯？想得到的坏事应该都有，吃喝嫖赌啊、哦，有嫖赌有啊，吃喝嫖赌嘛，来一个一个来、哦、吃。以前有吃过药，啊，有被抓过吗？没有被抓过啊。哦，那也哦，现在现在戒掉了，戒掉了，吃喝有啊，以前很爱喝啊。哦，以前可以喝到什么程度？喝一整天也没问题。过去的一些也是当作现在的一个警惕。现在的他比较重要，抛开旧有的一切，然后认真努力的去经营一家餐厅，我觉得这是对的，很棒啊。但是应该有一个契机吧？那个契机是什么？也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啦。而且跟我女朋友这么久了，要娶她的时候，男人的肩膀一定要够硬。那时候我爸有留塑胶袋工厂给我做啊，可是我觉得不好卖。销量没有那么、哦、塑胶袋工厂，工厂哎、欸，有一个自己的工厂，你居然不做？对呀、啊，你爸爸还帮你弄了塑胶工厂。对啊，主要是那工厂规模不大，自己如果是老板的话，也是跟员工一样，哎、跟司机什么、哎、一起做、哎。你觉得你现在咖喱饭就大吗？哎，他比较大而已啊。爸爸当时不应该帮你开塑胶袋的工厂，应该是要制造情趣用品。真的，我那时候真的有想说改做保险套。对，我刚刚就是有想，你做塑胶，其实你可以去研发保险套、啊，你兼做咖喱饭、欸。保险套不是有一些会有口味吗？咖喱口味，还有分原味跟辣味哦。可以哦，我觉得这是有潜力的、欸啊，真的真的。你这样做生意，你有看到很多辛苦的人来买餐点的吗？有啊，也是有啊，那脸就看得出来了，穿着啦，然后脸什么。你会觉得说他可能是比较弱势的那一方。嗯嗯嗯嗯。像如果遇到这种，你会怎么样？削他一笔。人家就已经在那心寒了。像遇到这种，你会怎样？当然，餐点有时候就是偷偷的再加一些给他。哦。然后有时候也是直接用送的送给他们。嗯。我那天看到一句话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我觉得他说：“穷则独善其身、啊。”达则善济天下，你就是先把自己顾好，你发达以后，你再善济天下，去回馈给社会。对，一样的道理。那你现在就是开了一家店，然后你看到状况不好的人，那你就去做回馈，这样很好。
所以你觉得你的餐点好吃吗？一定好吃啊！你真的觉得你的餐点是好吃？给全部的观众做一个承诺，不好吃不要钱。你不能讲这种话哦！我跟你讲，有的人他就是故意来吃一吃，哎，不好吃。这样，有去头鬼，应该大家不太敢。而且会怎么样？吃上瘾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名字当店名不错嘞，吃上瘾。对啊，你们现在店名叫什么？咖喱 rice， 咖喱 rice 啊，就咖喱饭啊，在内埔咖喱 rice， 谁看得懂啊？阿妈说，阿妈阿妈，嘿，什么物件？阿妈，我要去吃上瘾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其实不错哎、欸，要换吗？你这么随便、啊？可以想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想一下，真的也是希望你生意变好嘛，搞不好名字再换一下。对啊。欸不站的人排放在这边该更好。我、哦、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。我们拍的店家有些还是倒了。那我们等等就吃一下他们的咖喱哦。好 ，OK， 好不好？ 好 okay, 我也想尝试一下，因为过年前也一个五星级马来西亚的主厨他煮的那个咖喱，我们过年吃的真的是太爽了。会不会输？不会啦。确定？确定。人家米其林星级的呢。我没有去比而已。有自信也是好事，等等我们吃吃看。进去，快快快，进去！来，嗨，嗨嗨嗨嗨，你好，有吓到吗？吓死我！我以为有人讨债啊。我们要来砸店啦！请进，砸店，请进啊！砸啊砸！欢迎各位。哎呦，好像惊魂未定哦。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缓和心情的？喝点小米酒。可以吗？你要喝我就陪你喝。现在喝、啊。入境随俗。入境。原本没有要来，但是我们后来来是因为你们激怒了我们。嗯，激怒我。嗯，对不起，我先喝。对不起。这个侄子其实从小到大都是我老婆在照顾。哎，他总是一个其实没有很好的照顾。去吧，贝。这个节目不是喝酒的，对不对？